好累呢，好想要放假。哎，那我们去纽西兰。耶！咪咪国王，小朋友，大家好！放假，玩耍。超级多，陪你一起来思索。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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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王，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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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王，不怕问题多，陪你一起去探索。咪咪国王知识好多好多，咪咪国王，咪咪国王，咪咪国王。那这是哪？那是哪？我最喜欢巴娜娜。大家好呢，我是把实验室当作家，每天都没睡饱的巴娜娜博士娜娜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天吃蔬果，活力天天有，喜欢玩游戏，不爱生气气的快乐实习生天天。我的天天啊，巴娜娜博士怎么跳完舞就睡着啦？而且他睡着的时候还笑嘻嘻的耶，好奇怪哦。哎呦，天天啊，你是新来的实习生，你不知道巴娜娜博士就是这样，每天努力做实验，找到机会就补眠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把巴娜娜博士叫起床，我们一起说：巴娜娜博士，起床啦！奶奶，哎呦，小朋友，你们不要吓我呢！巴娜娜博士啊，为什么你睡觉的时候会叫笑嘻嘻的？那是因为奶奶。机票。博士，博士，你要出去玩了？没错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奇怪博士，他在纽西兰开了一座农场哦。他说他邀请我去农场玩，那我就可以在那边哦，每天睡到饱，每天玩到饱，还有奇异果吃到饱呢，娜娜。难怪你连打瞌睡都在笑。哎哎哎，有讯息来喽！奇异果为什么要叫奇异果？哦，奇异果为什么要叫奇异果？巴娜娜博士，你知道答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不过娜娜，我要先来问问小朋友哦，你们知道纽西兰在哪里吗？有人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你们有听过纽西兰吗？有吗？没有，小朋友好像都没有听过哎。别担心，别担心哦，就让天天来告诉大家吧。地球啊，有分北半球和南半球。我们住的国家呢，是位于北半球，而纽西兰呐，是位在南半球的这边。露蕾姐姐问你们，你们知道纽西兰最有名的水果是什么吗？知道吗？有一奇异果，我知道，也太厉害了。那问问你们哦，你们呢有吃过奇异果吗？有哎，吃过。那你们有没有观察过奇异果果肉的颜色？有吗？什么颜色？黄色、绿色，很厉害耶。那你们知道，黄色的它有没有毛吗？知道吗？没有太厉害。那绿色的有毛吗？有哇，那你们知道奇异果吃起来的味道是什么吗？酸酸甜甜 的。那你们知道奇异果为什么叫奇异果吗？不知道。报告秘密国王，刚刚小朋友有说了很多关于奇异果好吃的味道，但是好像不知道奇异果名字的由来耶。咪咪国王，你可以给我们多一点提示吗？很好，谢谢你们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已经搜集了一些资讯哦，
那我们大家一起念个咒语吧。迷迷国，迷迷我，看看谁会来帮忙。哦，呼呼，奇奇怪怪，怪怪奇奇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什么奇人奇事啊，通通都有。对啊，奇怪博士，我问你哦，奇异果为什么叫奇异果啊？关于这个问题啊，你问得很好哦。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，来，你看看它的外形，你觉得如何呢？外形圆滚滚的，像鸡蛋。哦，很好很好。那表皮呢？表皮有的毛茸茸的，有的却没有。哎，观察得很好哦。你看，在这个咖啡色的表皮下呢，却藏有鲜艳的黄色跟绿色，是不是很奇异呢？有一点呢。是啊，你看它奇特的外表，有着鲜艳的果肉，小小一颗却有大大的营养，这么奇特，所以叫奇异果啊。哦，我懂了，所以奇怪博士叫奇怪博士，就是因为特别奇怪，对吧？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摇摇摆摆，摇摇摆摆，摇摇摆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小篮球。嘿嘿，我们是纽西兰的原生动物，所以我们对纽西兰的特有水果奇异果非常了解，很熟哦。没错，奇异果会叫奇异果，是因为它长得跟一种鸟类叫做奇异鸟很像哦。对呀，对呀。所以奇异鸟也是纽西兰的国鸟，但是我们企鹅也是鸟啊，为什么他们可以当纽西兰的国鸟，我们却不是？因为他们长得很可爱，而且很特别。那我们勒？我们是长得超级可爱，可是奇异鸟他们非常稀有，而且濒临绝种咯。啊，怪不得可以当国鸟，那大家一定好好爱护他们哦。也要爱护我们呢。那么我的天，天哪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刚刚说的两个答案好像都很有道理耶。奶奶，根本没有道理的呢。说长相长得很奇异就叫奇异果，那么不过榴莲世家火龙果也很奇异啊，不就也叫奇异果吗？我看啊，我这个朋友奇怪博士说得很奇怪呢。小朋友，你们觉得哪一个答案才是对的呢？你觉得是因为像奇异鸟吗？你觉得是像奇异鸟吗？还是哪？是吗？是的，举手。举手。觉得像奇异鸟的举手。哦，那觉得是奇异博士说的对的举手。举手。哦，一半一半耶，都有不同的答案呢。啊，我的天，天哪！我还是觉得小朋友说的跟刚刚的答案都很有道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哦吼吼吼！天天别着急，我跟你们说吧，其实奇异果会叫做奇异果，那是因为，耶，我们是纽西兰美丽糯绵羊，美。哎，小绵羊们别乱跑啊，快回来！我们没有乱跑，我们只是在玩。小朋友们急着想知道奇异果为什么叫奇异果，你们一直这样子跑来跑去的，我要怎么讲呢？哦，没，绵羊哥，那答案是什么呢？刚刚啊，小蓝企鹅可真是说对了呢。奇异果会叫奇异果，真的是因为奇异鸟的关系哦。有多奇异啊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哦。我来问问看你们，请问奇异果的英文单词是什么呢？Kiwi fruit， fruit 是水果的意思，相信大家都知道。关键秘密啊，在于 kiwi 上。我来考考你们哦，请问 kiwi 是什么呢？奇异果，也是一种叫做 kiwi 的奇异鸟。据说啊，它是因为叫声奇异而得名哦，是纽西兰的特有种，也是纽西兰的国鸟及象征哦。哇，好可爱。你们看，奇异鸟的身体圆圆的，而且它羽毛的颜色是不是跟我们纽西兰特产的奇异果很像呢？有，真的很像耶。不止很像哦，
纽西兰啊独有的火山灰土壤、清新空气及纯净水质，种出来的奇异果口感特别好，被认为是营养密度最高、热量低的水果，富含丰富的 A、C 和 E 等抗氧化维生素。而且啊，奇异果还有个厉害的称号哦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咩，快告诉我们咩，就叫做营养小金矿。哇，听起来好厉害哦咩。因为啊，它含有丰富的营养素，只要啊在早餐多加一颗奇异果，就能够补足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天所需的维生素 C， 帮助我们活力满分，天天都有好心情哦。更重要的是啊，还有帮助我们肠胃道消化的膳食纤维跟奇异酵素，是不是 CP 值超高超奇异呢？哇，奇异果好厉害哦！真的没有想到奇异果的好处这么多，难怪啊这么多人都喜欢吃。所以纽西兰当地啊才会把这珍贵的水果用珍贵的果鸟奇异鸟来命名，叫它奇异果啦。真是太奇异了咪！我的天天哪，原来奇异果名字的由来是因为长得像奇异鸟的关系呀。博士博，巴娜娜博士怎么又睡着了呀？哎，这样子是不行的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帮巴娜娜博士想想办法，让他补充活力吧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来问问小朋友哦。跟你们说，想要维持身体的健康，饮食均衡呢，就是要吃很多不同的食物哦。来问问你们呢，你们平常都有吃很多很多的蔬菜水果吗？ 有吗？有的举手。我喜欢吃奇异果。奇异果，那你都是绿色还是黄色的？吃过绿色的。吃过绿色的，也有吃过黄色的举手。有吗？哦，大家都吃过耶。哇，小朋友你们都很棒很棒哦。我们每天都要吃五份蔬果，包括三份的蔬菜和两份的水果。现在把手手都伸出来，变成一个拳头。每一份的蔬果都要像自己的拳头大小一样，这样才足够哦。没错，每天都要充足的摄取蔬果，才可以让营养更均衡，提升免疫力，骨骼牙齿才会强壮，头好重壮，才能健康快乐的长大哦。好啊，那小朋友，你们现在是不是要把巴娜娜博士叫起床了呢？对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，巴娜娜博士快起床。哎，你们不要吓我！哎呀，你们在这边，你们不要吓我了。我刚才做梦哦，梦到我把奇异果吃到饱呢。真的有奇异果可以吃了，很棒吧，巴娜娜博士？跟你说，你一定要常常吃奇异果才行。就像刚刚绵绵羊说的，早餐一颗奇异果可以补足一整天的维生素 C。维生素 C 是加强活力和保持心情愉悦的关键。不管你今天的早餐吃的是什么，只要在早餐里面加一颗奇异果，保证营养会均衡。重点是你一整天的活力跟心情都会很美丽哦。所以啊，巴娜娜博士，你要记得常常吃奇异果，这样子也就不容易打瞌睡啦。娜娜这么厉害呢？除此之外啊，奇异果里的奇异酵素和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我们肠胃消化哟。哦，帮助肠胃消化，那我的不就会更顺畅呢？那呵呵，没错，巴娜娜博士加油哦！小朋友，关于奇异果的知识，你们了解了吗？了解了。大家真是表现太棒了！今天聪明加一，知识加一，真的超开心的。哦，开心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唱歌跳舞呢。我们站起来唱歌跳舞，来们来吧！看前面，看谁最厉害。眼睛里面看前面啦。看谁可以唱得最大声哦！好，要记得笑嘻嘻。一起来！一米国王超级厉害，找出答案 so easy。实验森林充满神秘，一起来玩真有趣。好，我们现在汤匙。
齿拿出来，要准备一起来吃好吃的奇异果喽。那我们吃奇异果呢，有个口诀，就是呢切一刀，挖一勺，大口吃。我们一起说，切一刀，挖一勺，大口吃。好，我们加快喽，一起说，切一刀，挖一勺，大口吃。吃啊！我们一起说，好好吃哦！变成圆圆的奇异果，一起说，奇异果好好吃，奇异果好好吃。一套爵士鼓有大大小小不一样的鼓，有的要用手打，有的又要用脚打，真的是太难了吧。不过今天要来找的宝贝大明星，虽然他的年纪小小的，但是打起鼓来可是功夫一流哦。现在就跟着 K 姐姐一起找他吧 ，Go！ 今天的宝贝大明星是要来找谁呢？我。你？你是谁？洛良。你学爵士鼓学几年了？3个月了。你们也都学11个月吗？我是学了一年。有学21个月，那你为什么会想学爵士鼓？我常常很生气，所以妈妈就跟我说，那不然你就把这个情绪用在打鼓上，用力打出来吧。那你学了这11个月，你还很爱生气吗？还是比较生气，跟妈妈生气。哦，那我问你哦，那你在打鼓的时候，你有觉得自己越打越开心吗？有。那如果有学到很难的节奏的时候怎么办？我都会听一下，因为跟老师说，请你帮我放慢一下。哦，把节奏放慢一点点的时候，然后再回家慢慢练习，是不是？那今天他们都要跟你一起来表演，对吗？对吗？我有看过有些打鼓的人啊，他们都会有个口号，你们有吗？懂吃大吃吃，懂大吃懂吃大吃吃，懂大吃。主题，你们今天练习的这首歌练很久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练有一点久了，但是没有练两天，对，算两天了。练两天，那你们对等一下的表演有信心吗？有，很超信心的。我们今天要表演的是爸爸妈妈咪呀，你是我最爱的爸爸。请问你们两位愿意教我吗？愿意。好，那请问懂在哪里？懂在这里。懂是脚，对。刺是这个吧？我猜。对。它就是一直敲就对了。不是，它是要这样，两脚同同这样弹。这样吗？不是。这样吗？不是，是它这是一个。啊，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对。好，我其实有点不太懂，但我就打打看。那5、6。
七八。你手拿反了。我拿反了。那要怎么拿？这样交叉。要交哦，是哦，要这样子，所以这个这个打它是小小的，这样有一点交叉。交叉是吗？对，交叉领的。所以来喽。五六七八，走。